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，我是记忆守护者迷妹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温情科幻片《记忆贩卖》。露西亚又做了奇怪的梦，梦里自己正在举行和卡洛斯的婚礼，然而新郎卡洛斯的脸却变得模糊不清。她被这个梦吓醒了，脑子空空的她立马拿出藏在床头柜的笔记本，上面写着我们的婚礼、卡洛斯和露西亚，还有一些关于婚礼的细节。他来到客厅，佣人和他打招呼，告知他从城里买的东西已经到了。他迫不及待地拆快递，却似乎一点也不记得自己买过些什么。很快早餐就端过来了，最好的朋友打来电话，他们似乎很久没有聊天了。露西亚一边翻着自己的笔记本，一边和好朋友抱怨，因为家里有佣人，自己没什么隐私。果然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啊。朋友问起丈夫卡洛斯的情况，露西亚照着本子读，说他经常出差。露西亚没有工作，但是朋友是个上班族，自然不能一直闲扯。他们约了时间见面就挂了电话。露西亚出门前看着账户里的金额非常满意，在车上打了卡洛斯的电话却无法接通。他来到记忆贩卖公司，显然他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。人们可以在这个公司买入记忆，体验自己未曾活过的人生，而贩卖记忆又可以将记忆分成五级。人生中重大场合的记忆可以卖到高达几十万，比如婚礼就是五星级的记忆，而逛街买东西这样的鸡毛蒜皮就只能卖几分钱。露西亚因为昨天刚来过，医生拒绝帮她手术，并且也理解露西亚的情况。她因为丈夫的公司濒临破产，近两个月已经出售了很多记忆了，但看着露西亚哀求的脸，她也没办法拒绝，只能试着降低过度抽取失去意识的风险。经过查询，露西亚只有一些二三星的记忆可以出售了，而她却想卖一个五星的。医生提醒她，她只有两个五星记忆，并且已经卖了其中一个。露西亚只好作罢，医生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四星记忆，是关于露西亚的初恋。青少年的热情和叛逆让这段记忆价值25万。露西亚听到价钱很爽快地成交了，在出售前拿出了本子，记下了一些关于初恋的细节，然后这段记忆就在她的脑海里消失了。醒来后，她看着自己账户里的钱非常快乐，前去赴约。朋友从她僵硬的动作中看出来她又去卖了记忆。露西亚说自己卖掉了高中男友的记忆，朋友很快就说出了那个男孩的名字。看来露西亚剩下的那个五星记忆就是眼前这位最好的朋友。朋友说自己受不了失去人生中这些特殊的经历，那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忆。他问露西亚是否记得在婚礼上的誓词，露西亚非常的尴尬，朋友也对他贩卖重要记忆的行为有些生气。露西亚直接结账去了洗手间，接到了卡洛斯的电话，卡洛斯说自己已经在家了，他立马收拾好准备去和朋友道别，没想到回到餐厅时，桌子面前竟然换了个人。他吓坏了，以为自己出了问题，结果是他走错了桌子，朋友正在后面那桌和他打招呼。回到家后，露西亚四处寻找卡洛斯的身影，却一无所获，打电话给他，他说自己就在楼上，两个打着电话的人在楼上相遇了。原来露西亚口中的佣人就是她的丈夫卡洛斯，她已经因为贩卖记忆忘记了自己的丈夫长什么样，还需要靠墙上的照片来回忆。她想起了医生说的，如果一块拼图中丢失的部分太多，剩余的部分也无法找到正确的位置。从照片中她才想起来，原来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，手中的笔记散落在地。卡洛斯立刻明白了他在做什么，他抱着露西亚说我们会熬过去的。一家人仿佛恢复了从前的样子。影片的结尾，露西亚买回了自己婚礼的记忆，卡洛斯的脸变得那么的清晰可见，自己的幸福也是那么的真实。如果记忆真的可以出售，你会愿意出售那些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吗？那些一个个关于第一次的美好回忆，真的比不上金钱的价值吗？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啦。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守护美好哦。科幻战舰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，下期见啦。